师兄。别慌，我知道。他们是冲着孔雀翎而来。孔雀翎，挟持公主来交换孔雀翎。贪念使人狂，便是如此了。谁？跟我来。如今又有一人因之而死。沈龙首，你谨天下人的贪婪非因一孔雀翎而起。这话说的真是漂亮。本宫听闻中原武林乃有双璧，天风似雪，青龙掠印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婉儿妹妹别误会，这些不过是些契丹。你还狡辩。少侠，算了，耶律公主既如此。我有个妹妹，云台风万寿节上我们遭然宣众人是辽国公主也闻风而动。沈龙首对孔雀翎之事可有答复？沈某要护送惠国公主心腹。唐师兄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不过沈龙首方才不是说他从唐师兄。好了，此事暂且这样吧，我走了。你若有婉儿，我没事，一切都好。少侠，在江湖行，少侠可还记得我曾和你说过？嗯，我知道了，婉儿。嗯，今日要多谢各位八荒侠士相救。好说，好说。这江湖，公主妹子别客气，我们几个就是江湖八荒小分队。我来当队长，有事找我准没问题。哎，谢就不必了，人没事就好。不过公主不如帮我个小忙。那个，我听说天波府招考八荒，我也想去试试。为这个好说，我找天波府杨将军打声招呼。你得嘞，多谢公主。我也该去灵湖别院与沈龙首会合了。婉儿，我送你。方才沈龙首出手如此果断，看上去也是雷厉风行之人。嗯，沈龙首和唐盟主都是江湖中难得一遇之人。
稍等一下，我有事要和沈龙首说。我这里有一封信。辛苦你了。孔雀翎之事，沈龙首，我想你认为我有什么道理？知我者为我心忧，不知我者唯有成为强者。沈龙首，这一次很开心能认识少侠你，我也很开心能认识婉儿，还有小宝团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在凌云楼找到的玉坠，这块玉佩是我自己雕刻的。少侠若不嫌弃，便怎会嫌弃？我定会。回头你来开封找我，我带你吃黄河鲤鱼，好不好？好，一言为定。虽然之前有误会，不过不打不相识，我发现自己与各位真是同骗了咱们大宋公主的银子，这误会还真是不小呢。哎呀，你这团子能不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。我今日便要启程赶回开封，感谢各位专程前来相送。婉儿妹子不必客气，这都是我们作为八荒弟子应该做的。况且若是我们遇到困难，婉儿妹子无论只要我们齐心协力，就没有什么事能难倒我们。时间不早了，各位我要再见了。我也要走了，少侠无聊时便来。再见，我回江南去了。柳姑娘，是师门传来的信件，有些急事要我回去处理。柳姑娘是否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？具体情形我还不了解，我先回去看看。嗯，柳姑娘若有事，我一定前往相助。嗯，我也是一样，你若有事，我也一定会尽力帮忙。
天风似雪，雪朗天青。苏师兄，我想问问天风盟的事。一年前，沈孤鸿与公司年二月初二，唐盟主席而同一日，沈孤鸿在开同日相期，两面皆是。而叶知秋率众赴会青龙，与沈孤鸿立下了三诺之约。曲无意前来天风，与唐清风结盟，于当日浩然峰上建立了天风之盟。那后来呢？李玉堂则两不相帮，率万里杀众人退往燕云，守护大宋百姓。如此群雄际会、风云激荡的时代，真是令人向往。如今江湖行走之人，几乎都会选择青龙会与天风盟其中之一加入。少侠可询问你师兄心意，再做决断。好，我明白了。那么，兰州师兄便是代表青龙会之人了。也去找他问问吧。青龙绿叶，万世长明。蓝师兄，青龙会最早源于白晓生，乃为重建盛唐而立。但大宋基业已定，白晓生之所公子羽其人任沈孤鸿击败公子羽，我追随沈龙首去往各处。沈龙首之所求究竟为何？他曾是天下首富，又作封王侯，却一人一剑。他之所求不是一时一日一虽然听不懂，但是很加入我们青龙会吧，你慢慢就会明白了。修书一封，问问大师兄的意见。这次在江南能认识你们，是我胡说的有道理。这个简单，这江湖中有人愿闻其详。可要好好研究规划。行，知道了。还有一事，其实这么棒的吗？Thank you.
人与人间的相识相知，皆是羁绊。有了羁绊，便等于……那怎样才能拥有更多伙伴呢？让我想想。对了，江湖中有一物名曰侠影令，少侠可通过使用。那我要如何召唤呢？此处便是龙首山，江南绿林之首，务必小心谨慎。你是谁啊？来找我们庄主吗？有消息说，辽人有意拉拢中原绿林，龙首山乃绿林领袖，故而我们来此请求相助。老黄历了，七爷已经金盆洗手。如今天晴山庄由我家小姐主持。可是殷子信，殷姑娘。啊，
我家小姐的芳名也是你喊的，八荒弟子这么多年还是学不乖，看来不给你们点教训还是不行。阿昼，让他们进来吧。哼，走着瞧！竟敢闯庄，真是自寻死路。让我看看八荒弟子的手段。心魔淬炼日久，无人来战，不快！那便陪前辈走上几招吧。呆，你们可看好了！
可看好了。痛快，老夫挡你不住，看着江湖风起云涌啊。确实厉害。来人呐，快拦住他们。你们可知五首山在江南的威名？你们竟有格物，便上来吧。阁下细说，洋人有龙首山，我希望我们不管原委，你们擅闯山庄，龙勇便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林姑娘，我们真的不是。确实厉害，确实厉害。少废话，我是阴庄主阴姑娘。九哥，速来助我。你俩退下吧。有点意思，不愧是八荒后起之秀。不打了，我带你们去见我爹。等虽为绿林，但也知家国大义。少侠放心，老夫定会嘱咐信娘，好生约束。多谢七爷高义。